好啦，我是塔尔尼克，现在要来破最最恼怒的第六页。我破不过去，因为我私下偷破了几次。所以现在正式来怒破，我一定要破，我破不过去，我就去睡觉。第一次都这样，第一次难免会这样，不意外。应该可以看到，我接下来其实都可以预测了，他们什么时候会来抢球。啊，这一回好像失败了。哦，成功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有时候是太快 bug 还是怎样，就是靠腰，就是他那个什么，那个每次要转移。戴面具的时候，偏偏就会给我延迟一次，不知道是怎样。啊，完了，被夹攻了，这样。开始。曲卡在右边等待。好，曲卡过来了。我可不可以只要画跷跷板就好？现在有点累，不太想画松木板。没有，那慢慢来啊。那不是，那又不急，都不用当天直接用。真的啊？那我明年再给你。我明年再给你。等我手绘板画好捏好再说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在专心的在看那个。好腰啊！哎，去卡！哎呀，被肯德基干掉了！哦，又是肯德基。真气！你在笑什么啦？你是 笑整场欸。你时光又还没结束，我只不过收到一半而已。有机也太高了 ，SL。我看这一整片里面几乎都是你的笑声。都你，开台以前打手枪给我听。然后还贴出光照，气死我！哇哇哇！该他以前不应该给我贴那个声音，羞死！你是怎么弄啊？那么像？啊！你还太嫩了，学不会。屁呀、啊！你是真打还是假打、啊？哇！正前方的东西，快点给我恢复啊！我就知道，你防了一个，还会有一个那个。对，防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真的，那个防不完了、啊，说真的。我现在防这个，然后防了第二个之后，靠背，刚刚那个又过来，又想过来。哦呦，哦，高登弗雷，高登弗雷，你会我毛虫，好可怕。靠呗！突然给我下来，我这样不知道太慢了。成功！哇嘞！啊靠！你这……啊！啊靠！怎么了？
被敌人对对外面威力表面太强了。哦，天哪！对他只是个幻象，你干嘛？看，我还在用我的音乐盒。看，哎，哪有这样的啦？不公平啊！哇，不公平啊！你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。那一直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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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又来，来了又来，来又来。我已经看到了，你人生好悲惨哦！混蛋欸，啊，我音乐盒就不要用啊！各种后宫欸，第四个小游戏，真的、啊，第四个小游戏，各种后宫，你有事呀、啊？哦，在干什么？好可怜啊你 ！Ready Go Go Go， 往右边走。你现在应该是扮演巴西，然后娱乐大家。巴西，对，你现在要扮演狐狸娱乐大家。Go go go， 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娱乐小朋友，你要让小朋友觉得好笑。啊，紫色那个人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就是始作俑者。啊，始作俑。你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。妈的，这是我最讨厌的小游戏之一。看，突然跳出来表你。好，决定。卷说你如果到 Caster Night， 你如果把全部的都设定成20的话，一进场没多久就会看到有人偶冲进来。有人有提供那个第六页，它的难度是差不多在第几？好像没有人去研究这个。尤其是正前方的那个灯，如果一失调，是我最害怕的时候。卷说应该都在十级左右 ，ID IQ 应该都在十级左右。What the fuck？好险！我只是为了看熊熊上来的。我猜的一样，你会为了看他，你告诉矿上看。我刚上之前我看了一段。他刚刚有看到古登飞机的完成，我有看到，对啊，欸，那所以 S 刚刚笑了老半天都被听到了，可是他是会攻击的，古登飞机会攻击哦。我在刚刚看的时候没攻击啊，我刚好带上去了，欸，卷面我有看到，就是带上去的话，你等着飞头吧，对，没带要戴面具，我看到要戴面具，要还有戴。没带就飞头啊！原来那不是幻象，有人说是幻象，现在 Golden Fate 都一直被归类到幻象。嗯，可是那第四个小游戏是狐狸一进场，那些小屁孩都死光了，就是那个紫色人出来了，对吧？就那个紫色人把他们杀光光了，是烧吗？我以为是狐狸去咬他们，没有，是杀光光。因为他从狐狸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紫色人站在他那边，然后狐狸一出，就是然后狐狸一走到舞台上的时候，那就看到你就看到画面上那些小孩全死光了。妈的，刚刚 Golden Freddy 突然又来乱，哦，又来乱，他已经连续来两次了。Golden Freddy， 我运气太好，那六就有 Golden Freddy 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他的频率，突然来好多次了。
我刚刚你也上次能遇到，所以他就是要好好表现一下。你等一下，你已经是奈六了，啊奈五呢？奈五昨天就破了，他不知道就完了，拿失效啊，忘了，我忘记了。靠腰啊！你还想要我回到该死的该死的第五天？幻觉，有形幻觉，潜伏在幻觉背后的有形幻觉，从有形幻觉中诞生出来的幻觉，隐藏在真实背后的谎言，隐藏在谎言背后的真实。我记得没错，大概在十左右吧，就是全部的 AI 在十左右。至少我卡森那一次感觉他比较像是一直来骚扰我，难不倒我的。哇，跳江跳江吧！结果我又被傀儡吓到了。我看到新的，我终于看到新版的 Freddy。哦，对啊，新版的好像也跟旧的傀儡，好像跟旧的菲利一样，是吗？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啦，可是我觉得他出现的频率超低的。对啊，我是说他的，就是他的招式跟那个什么旧的菲利一样，就是好呗，还有新兔子过来。他们高度一样啊，只是变玩具版而已啊。他就比较瘦而已啊。搞到！说这游戏没有最讨厌就傀儡了。你看又来，有一定的机会被他吓到，就一直不断的对我攻击啊！我已经没时间用靠腰。狐狸，哦，好险，花蕾成功。兔子，他这辈子就是不断的被攻击。好啊，他，你给我换你的 troll 版好了。实在好，有点懒得，最近有点懒，有点懒得画送你。要不然就阿丹，对啊。好啊，小丹，拜托你啊，我没办法，我好累。小丹，让我休息一下，有热，一个画不下去手。快点，你已经四点了，快的，五点，真的，剩六点，快啊！去拿你的十块金水，还有20块，哇！一个碗，喝汽水，一个碗才10块，好像太可以。将来320，一个晚上320，好像还不错，台币的话。你要冒我生命危险去吗？哦，不要。你有机会殉职，这已经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了，这超过了。拜托，让我过，我已经呼吸困难了。可是这样还，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样还算蛮合理的，至少钱还蛮高的，毕竟是个卖命的工作。快啊，查，你很快撑过去了，加油！加油！只要有这个东西过来，我就不用怕了。你只要注意那个啊！终于，我把这个第六天该死的第六天过完了。这是你呀？这是我。我以为他没有过，因为他刚刚叫了那一下，害我以为他没有过。我本来高兴了一下，然后你到底是多想让我不想过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他妈的第六天才给我20美元是啥事啊？我要抗议！废话，你是新的警卫啊！你现在是新警卫啊！你看，我现在抖，手一直抖。第七天才是新的。从我的滑鼠看我的手现在一直抖。你可以玩卡森。还有第七天。终于啊！可以玩。可以玩卡森。你要不要玩全部20？会很刺激。全部20啊！还有其他娃娃。娃娃。看到他先拿到什么，每个都有一定的难度才会有娃娃。你要看看你要不要，就是这些吉祥物的娃娃。对啊，还有一个杯子蛋糕跟麦克风，外加杯子蛋糕麦克风。好了，我可以看看这个，你看每一个都20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很刺，每个都20，你会超刺激。好，来做个实验了。就 Golden Fairy 那个啊，你选 Golden Fairy 那个就是，那就是全部20。来个20的吧，
刚不就有了？不是啊，我是说现在就来个二十的，然后可能等一下我如果放着不看的话就 Golden Freddy 靠腰，你给我这样，我会说这位自己哦。What the fuck？ 我现在看啊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外面靠腰，我说嘛，刺激啊！我先来不及，来不及啊！我说嘛，靠腰哎！哦，好了好了，我先在这边截断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老实说，我现在。我现在也累了，反正第六天也过了。啊？你要截断什么？你要截断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先这个时候我先关台，因为这个部分是自定义部分，我觉得其实我就找时间再去做时间就可以了。你这么早关台？拜托，第六天最难的那一天我都过了。可是现在才实况才一段时间而已，你要关台？不会啊。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可以听到你的诡异笑声，屁啊！明明是最棒的笑声，我那个可以舒缓大家压力的情绪。看这个视频的粉丝压力很大，好不好？告诉你，这一个点阅率一定会很高。刚刚就像我们前面那时候讲了，我连一点都还没到，我就先挂了。我刚刚只是想说先拿杯水喝一下，有啊，我就来不及了。好啦，反正图的话你就麻烦小丹吧，我现在暂时可能没办法画出图，我现在手痛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感谢各位，我是拼了命去研究第六页，我然后现在才过的，不然我本来私下不是过的。各位粉丝如果想要看一下实况组的春光照的话，记得就搜寻跳鼠。有毛盖住，那不叫春光照。Google 挑你就可以找到实况组的春光照啊，欠菜了，好了，我先关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也要走，拜拜，你们再见。